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员工休息福利区。这个员工休息福利区这么丰盛？没错，是乐事薯片工坊是吧？牛肉粒薯片，这里面真的有牛肉粒吗？能吃吗？现在可以吃，但不是现在，我们先完成一个小互动，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哼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一个大一个开心，只要逗笑对方，我们就可以吃薯片。笑。不是吧？吃吃。我以为有多难。我换一下，我想吃牛肉，就想尝尝牛肉味。真的牛肉，真的有牛肉味在。采访继续。这个活动过程中，你们有刷到什么样觉得好笑的热搜？王琦、王宇文黑白配吧。还有人说我们俩这个业务看起来还不太熟练的样子，还说我怎么在红毯上比剪刀手什么的，真的是好多。今天在现场有没有发生自己经历或者是看到的乐事儿？乐事儿，这有这么多乐事儿，看了一堆的乐事儿。我们俩的这个第二套服装没有商量过，然后我们一见到对方这个我们就笑了，就我们四搭的这个题材已经选好了。对不起，眼睛角到和眼角到。自 Q 流程可还行？王姐之前有没有看过网络的上衣服的搞笑热搜？他每条热搜都很搞笑。那天看到一个王子奇，这条裤子是救过你的命吗？就关于那条裤子，他穿了几年？两年那其实还好，只是出现的次数比较少。是出了热搜之后，我妈去给我买了条新的。那儿子好苦啊，一直穿一条裤子。两位的评论区真假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。土味情话永远不会缺席。太知道大家爱看啥了。如果逗笑对方，还能讲别的土味？可以啊，这些口味都可以尝，能都带走吗？可以，都是你们的，真的真的。看看王哥这迫不及待的样子。人家的任务也就是。让我们说谢谢王姐。他对这些东西应该已经很麻木了吧？好帅。我甚至只念了两个字。今天。电梯限载13人，里面只有12个人，但我一进站，电梯就报警超载了。他们都觉得我太重了，可以让我下去。只有我才知道，是因为心里住着你。不要说了，吃吧。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教你如何优雅的吃薯片。这个一般吧。来看看王姐教的。还有这样的。那就不到手吧。都学到了一些小技巧。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些小小问题是来自粉丝的一些提问。第一个是王子奇为什么不修图？这是我的提问吧？不会修图，他是生图刺客、生图杀手、美貌终结者。刚才两位在那边修图的时候，是我一般负责把整个图修。对，我要求这个图是完美的。昨天他发完之后，我们整个组里前缘都炸掉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两位知道自己的 INFP 哇，但最近我有测了一下，又分成 E 了。可能双子就是 INFP 跟 ENFP 也是反复横跳，他肯定是 INFP。 最近乐视在微博上面有一个话题，工作中的快乐秘籍。那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小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就是有一些吃乐事薯片工坊。对，吃乐事薯片工坊。我平时真的就是喜欢吃薯片，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薯片。我之前曾经看到过有那种乐事收集控，把那个每一个吃过的口味的乐事的袋子放到活页夹里面。我其实一直很想干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一般零食吃的不多，我今天 get 到了这个新的乐事薯片工坊，然后立刻薯片，我觉得在工作放松之余呢，可以给自己增添一些快乐。在上面真的有东西。两位在生活中平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类型？开车。打球。都知道。那肯定，绝对是粉丝。现在都是两位了。啊？那你拿个大耳朵。怎么撞？这个薯片，它真的有牛肉粒。今天在，这么好，谢谢。